时隔一周，又到了吞噬星空更新的日子。这集可以说真的是精彩万分，全程在打，一直到有一级兽潮入侵大陆的时候，马上罗峰等人就赶去兽潮集中的地方春申江入海口，并且马上就投入战场。其中雷电武馆之主雷猛负责把守入海口，不让兽潮攻击进来，罗峰则是负责把背后指挥的怪兽找出来除掉，双方配合可以说很果断也很默契。而这一集看下来，属罗峰和怪兽的战斗最为惊险也最为刺激。在把防守的事交给雷猛之后，罗峰就进入水下找寻幕后指挥的怪兽。而深入水下还没有多久，罗峰就发现了自己要找的目标，这是一只看样子由龙虾变异而成的怪兽，已经达到了高等领主级。而这种怪兽有两大特殊能力，一个是天生巨力，可以扛起一艘军舰，一个则是声波攻击，哪怕是战神强者也撑不住，如果让他上岸，那真是后果不堪设想。毕竟战神都扛不住他的声波攻击，那人类强者之中有几个是战神级别强者呢？一旦他上岸，恐怕必然是所过之处死伤一片。但是好在罗峰穿着黑神套装，为他削弱了声波攻击的威力。而罗峰既然找到了这个罪魁祸首，当然要想办法除掉。不过罗峰也没有硬拼，而是选择巧妙攻击，后面还利用环境把这司天兽引入自己的陷阱，最后再把上方的一艘军舰给引下来，直接把这司天兽给砸成重伤。接着就是罗峰补刀了，可怜这司天兽还没有明白自己怎么受的重伤，眨眼就变成了一具尸体，然后尸体还被运送上岸，变成了一只油锅里的麻辣大龙虾。在看这一集的时候，弹幕上有人一直在问，为什么一级兽潮的时候极限武馆之主红不出手呢？有他出手不是轻松的吗？而且肯定会减少伤亡，甚至于没有伤亡。至于极限武馆之主为什么不出手，其实答案很简单，和他们打交道了，是实在灭不了他们。这些黄级怪兽有地利之便，可以随时潜入水下避开攻击，见势不妙还可以逃跑，人类在水里哪里追得上他们？加上海域怪兽又无穷无尽，杀之不完，所以最后极限武馆之主只能妥协，和这些黄级怪兽约定彼此都不出手，当然只是限定他们这个级别的，在他们之下的强者还是可以出手的。所以这次极限武馆之主当然不能出手了，不然他出手，海域之中的黄级怪兽也可以出手，那就发展到大规模战争了。